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can watch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To access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PDFs, and transcripts in different versions, such as with English, without English, Hanzi only, an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draw our content with flashcards, including our HSK sentences, survival Chinese sentence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Consider becoming a lifetime member with just a one-time donation.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 Eileen。在中国啊，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谈到姓时都会表现出尴尬的样子，或者是用非常隐晦的词汇去代指。那据我个人而言呢，不论是老师还是父母，都从来没有跟我们传授过这方面的知识，因此可以说在性教育这一块我们是比较缺失的。那你可能会想，中国有性教育吗？如果有的话，它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个话题。下面呢，我们就请他们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Kirk。大家好，我是大儿。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性教育话题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课程呢？我是90年代生人，我在校期间唯一关于性教育的可能是生物课，然后生物课上会有提到说男孩子跟女孩子有第一性征跟第二性征这种发育的过程，那它只是一个生理上的教育，那其他的关于性关系上的教育，其实在我印象里我在这10年时间里是没有学到的，甚至到后面大学里应该都没有过专门的性教育的课程。嗯 ，Kirk 呢？我是80后人吧，然后比大尔早了5年吧。然后我们经历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在小学也是没有任何跟性有关的教育吧。然后如果跟性有关的话，那就是禁忌了，绝对不能碰的。那可能我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几乎是一个年代的。我记得最清楚的可能就是中学的时候是有生物课的，然后跟女生讲关于那个月经初潮是什么样的，就只讲过这一样。那你们以前知道这回事吗？就知道女生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有生理期吗？大概知道，但不是很了解。大人呢？就是我们可能学业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呢，可能没有注意到书本上的知识，但是我们会观察留意周围女生的变化。就举个例子，他们如果说是有胸部发育了，我们可能会发现。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是，我大概在初一的时候，我和周围的朋友会发现周围有女生，她们可能坐在位子上，突然之间好像位子上有血迹了，然后男生之间就会开始传这个事情。那一传这个事情，大家就突然之间有了一个群体意识，就是女生会来月经了。其实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另外有一个是社会教育。虽然我们可能在学校里没有听到过月经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经常看到卫生巾的广告，所以其实男生是知道卫生巾跟月经这件事情的。我到了大概到了差不多14、15岁初中的时候才有生理期嘛，然后第一次的时候真的就是很手足无措，因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师也没有讲清楚，然后父母就是我妈也没有跟我讲这个事儿，然后就以为自己要死了，你知道吗？特别害怕。但是我很好奇啊，就是你们男生大概是什么时候发育的呀？就是会有身体上的变化？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初中高中的时候吧，然后胸部会痛啊，有一段时间吧。胸部会痛吗？是吗？胸部会有一个硬块，然后会痛。你没有吗？不是女生吗？不是女生才会有吗？我在怀疑你的性别，天哪！真的，我觉得我初中的时候那个胸部会痛，有然后有硬块，然后会长毛。那个大耳会有吗？会痛吗？只有我胸部会痛吗？我不会痛，我不会痛。我操！
sorry 没事，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但是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差不多在五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节目的尺度在哪里啊，就是我当时的那个阴茎还有Oh my god， 就是我的生理器官上有了有了毛，你知道吗？就是我长毛了，然后我就跟我周围的同学好朋友讲了我长毛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对我做了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甚至是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不是 我跟他们说我有毛了之后，他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就把我五花大绑了，然后把我的裤子脱了看我到底有没有长毛。 Holy 哇天啊，很可怕。男生之间会有这种事情，比如说小学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厕所的环境真的不是很好的，都是那种排厕你知道吗？对对对，是没有隔间的，然后所有人站在那尿尿嘛，然后你可以看到别人的性器官，如果你的性器官长得太大的话，你是一种耻辱你知道吗？别人就会笑你说哇，别人就会叫其他人来看，就说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长那么大，然后你会觉得很羞辱。当然了，当你真正长大之后，你成年之后，你觉得大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也是刚好相反的。对对，女生也是的，大概在初中的时候就会发育，胸部会发育嘛，然后就是有一点大的话就会觉得真的也就像你说的会有耻辱感，然后会试图去藏起来，然后有一些女生可能她真的就是发育的比较好，然后大家都会议论她的，就是男生会一直去议论这个女生。肯定会的。哎，你们在学校有没有被异性所吸引，比如说会暗恋哪个女生呀？好多。最早最早对于男生跟女生关系有概念其实已经是幼儿园就有了。我也是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影视化的作品，然后在那些作品里面有男性跟女性之间亲密的行为，比如说亲吻，然后呢幼儿园的小孩子看了这些作品之后又不知道分辨的，所以他们就有样学样，所以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看过周围的男孩子跟女孩子接吻啊，我看到他们那个行为之后我的内心是羡慕的，你们知道吗？我并没有说那个事情很可怕。对，然后后来到了小学可能从两三年级开始就会喜欢班上的一些女孩子，但都是那种默默的暗恋式的喜欢，我是从小到大可能每一年都会换一个喜欢的女生。你太花心了你。然后这个对象喜欢的对象很多时候是你的同桌你知道吗？哦，对，以前是男女同桌的。所以你被同桌用铅笔扎过吗？我没有被同桌用铅笔扎过，但是我用铅笔扎过我同桌，而且还留下了一个伤疤。是为了得到他的注意力吗？那个女生应该当时暗恋我。哦，他暗恋你，你为什么要扎他？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脑子有洞吧。你是渣男吗？是，大概是吧。后面那个女孩子长得好好看，我就好后悔，你知道这件事情。我甚至觉得就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已经开始对女生有好感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午睡时间啊，那午睡的时候所有的小孩都睡在，也不分男女的，都睡在同一个然后你喜欢就是在午睡的时候老师把你安排到就是你有好感的女生旁边睡觉，你不喜欢跟男生一起睡，至少我是这个样子。这你都记得呀？ 很早就有这种念头了吧。记得幼儿园的事情我都记得蛮清楚。我不记得了，我可能就要到了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才记得会开始对有一些男生会有好感，甚至会暗恋男生，但是真的就是到了蛮大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感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到初中的时候，我跟别的男生已经开始讲很多很多的黄段子了，就是我们看什么都好像是看那种跟性有关的一样，就是读一个古诗啊，比如说语文的那种课本，我们都会联想到那个什么飞流直下三千尺什么的，当然只是我们几个语文比较好的男生在那讨论啊。是不是男生之间会更爱讨论这些事情？会的吧，停车坐爱风铃外，我给你对一个暗号好不好？对。那你以前会聊什么呢？就是小男生之间。天哪，好多哦，这是可以讲的吗？讲吧。可以可以。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女生在胸部发育期的时候男生其实就对这件事情充满了向往，所以你看到一点点那个蛛丝马迹你都会特别兴奋。
因为女生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被家庭教育要开始戴一些胸罩，所以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直接贴身穿外面的 T 恤或者说校服的。如果说坐在你同桌边上，然后你往左边看的时候他在写字，然后那个袖口呢就可以透过去看到他的看到他的胸部，然后我们就会讨论说，哦，你看到了吗？我们说我们看到了。哦，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记忆了，很多男生都会有这样的记忆啊。我不知道，哎，第一次听说。对，我会形容那个光打过来的瞬间是神圣之光，你知道吗？圣母在此刻闪耀，给到我们看到这个精彩瞬间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吗？然后很多时候女生不会穿内衣的时候，其实乳头是会有明显。然后虽然我们表面上当做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背后会疯狂议论说：“哦，你看她有乳头。”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就是女生不是会穿那个内衣吗？然后有一些男生就会跟他们开玩笑，去弹他的内衣，把他内衣弹开。这是普遍性的社会记忆，你知道吗？每个地方都会有的。我感觉有很多女生她是喜欢被男生去调戏的，也许是因为他们也性发育了，然后所以觉得别的男生去你喜欢他，所以你一定要去整他或者去攻击他，然后那些女生反而会很开心。我不是这样，但我根据我的观察，我看到很多男生是那个样子。是的，是的，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其实那个时候你在读书的时候，你的性幻想对象不仅是同学了，所有的女人就都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老师了，然后年纪不大的，年纪大的都有可能。我记得就是很多事情都会让我产生冲动，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杂志上面有一些画是一个女模特在一个游艇上面穿了一个比基尼什么的，你就会觉得有冲动了，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初中的时候吗？还是高中的时候？初中就开始了吧。我后面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有一个男的在网上说他看着老干妈的那个因为在寝室里没有任何的材料，所以他看着老干妈的那个去手淫。老干妈吗？他可以饥渴到这种程度啊，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这说明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 Oh my god！ 就是你很冲动啊，你已经发育了，任何东西都会激起你的欲望呀。那有没有就是在学校会碰到那种男生喜欢男生，或者是不确定自己的性取向这个话题，你们有没有讨论过？有啊，有很多。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们男生之中就已经有一些男生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了，比较女性化的，在男生的圈子里应该是蛮排挤他们的。嗯，是因为不了解吗？还是对他们有一些偏见？男生的圈子里面肯定就对他们有偏见了，然后觉得他们跟我们不是一类的嘛。嗯嗯，他们会被霸凌。嗯，对，他们会被霸凌。那个大儿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是经历？还是比较少的吧，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子比较女性化的男性如果表现出娘娘腔的行为一定会被孤立或者说是被霸凌。嗯，所以大家还是就算有这方面的想法他也不会真的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所以我接触的比较少。我觉得恐同的氛围是在我们那个地方比较公开的一些想法，就大家共同都会有一些恐同的想法。因为整个二十世纪末，从八零年代开始到九零年代，不仅是国内啊，其实国外也是一样，都对同性恋有非常多的污名化的宣传。因为这件事情跟艾滋病的扩张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越来越多人感染艾滋，然后艾滋这件事情跟同性恋又画了一个等号，所以很多人就会因为恐爱而开始恐同。嗯，还有就是说明你的私生活很乱了，你这个人不检点啊，不道德啊，诸如此类的，然后谴责你。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就对我特别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对我这么好。哇，他的那种谈吐那种举止都给人一种很女性化的感觉。我觉得有可能是应该是他喜欢我，然后他到现在跟我年纪差不多大吧，他还没有结婚。嗯，哇哦，肯定不是因为我了，我只是觉得在那种社会的这种氛围之下，他可能很难去表明自己的身份什么的吧。嗯嗯，
根据我们刚刚所聊的，其实也能够知道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性教育 是非常非常少，可以说几乎没有。那么你们父母有没有跟你们传授过 相关的知识呢？我的家庭是完全没有了。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全家人在看一个什么乡土剧嘛，然后里面就会有那种强奸的那种桥段出来，然后就说那个男的把那个女的给日了啊，然后我说了这个话之后，我们全家突然都就空气就凝固了，你知道吗？我爷爷就把电视关了，那所有人就把头转过来看着我，然后我就很惊恐，我就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吗？我就是我平时接触到的这个信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我把它描述出来而已，我又不知道这个词是有多脏或者怎么坏，然后他们就说我不学好什么的，我去哪里学？你们有教过我吗？但是我还是被攻击了。那个大耳呢？我们家呢，就是其实本质上是挺开明的，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不太表现出来。我可以这么说，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家是没有性教育的，甚至连一个榜样都没有，就是我的父母是从来不会当众接吻、牵手和拥抱的，他们没有任何亲密行为，他们除了名义上的夫妻关系之外，本身的表现并不像夫妻。家庭的性观念的教育呢，只有我妈跟我讲过，然后我妈讲的也非常的言简意赅。第一呢，你要做好安全措施，要戴套，这是她唯一跟我讲过的。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妈是也比较开明，所以她甚至会建议我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如果你们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的话，其实是可以开一些性用品商店的。所以我的家里有亲戚是开性用品商店的，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去性用品商店去坐着看电视帮他们看店。是吗？你是真的是想去看店，还是说你有别的想法？没有，我真的是去看店。就是我阿姨是开那个店的，而且我阿姨开店的原因是因为我妈妈推荐她去开店，然后她开了那个店之后，她有些时候晚上的时候要去做饭，做饭的时候没有人看店，然后我就会去帮他看店。然后我还记得他那里放了个电视，放那个动画片《秦时明月》，然后我就一边躺在他的摇椅上看《秦时明月》，一边帮他看店。不过有一点很有趣，就是我在看店过程中从来没有人找我买过东西。我刚刚就想问你有没有卖出过东西。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们说，就是性用品商店的营业时间点里面，那个吃饭的时候是一般卖不出去东西的，他们大多数的营业额跟大多数卖出去东西的时间节点都在午夜时间段啊，可能大家不好意思去买吗？很不好意思，因为性用品商店它不仅会卖那个所谓的安全的东西，还会卖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是吗？比如说呢？比如说它会卖飞机杯，还会卖假洋具，而且他会甚至摆在一些比较起眼的地方来表明我是一个性用品商店，所以一般人不敢走进去。而且我感觉走进去的人都会害怕别人的眼光。是啊是啊是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就是性用品商店会摆很多这种很明显的性用具在里面，但实际上性用品商店卖的最好的东西呢，我其实可以让你们猜一猜，那个莫德你可以猜一猜是什么？避孕套吧。然后那个一定你猜一下，你觉得是什么？不会是假洋具吧？ Oh my god， 你们俩都对这个社会没有很好的认知。我可以再猜一次吗？可以再猜一次。润滑液。都不是。其实我一说答案你们就知道，而且你们会觉得哇，我就一定是他这样子。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伟哥小药丸。哦，对哦，对，这个才是在性用品商店里最受大家欢迎的产品。哦，但我以为它是药店里卖的。怎么没有想到呢？对，我完全没有想到那里，因为你说的性用品，我想象的全是工具，而没有想到会有药丸。会有的，会有的。你们觉得就是整体来说啊，中国的社会对待性方面的话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表面上保守吧，实际上还是比较开放的。中国人给人就是一种保守的印象嘛。但实际上呢，不是成年人你都有很多情人，然后在网上那个约炮也比较普遍了。我觉得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吧。
但是可能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没有很公开的会去讨论这些事情，就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网络上面。嗯，除非跟你很要好的朋友吧。我倒是觉得可能还好吧，大家其实私下里都会聊，多多少少会聊一些，就是正常的说一下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啦，或者一些感想啦，其实还是蛮普遍的，并没有说不能讲。就是我个人的经历，我很少跟人讨论这些类似的东西，我都是比较喜欢我自己去探索吧。自己去探索。我有跟一个女生有聊到这个话题，然后她说就是大家会互相分享一些小电影，然后用那个就是用网盘呀，然后就说上面有个停车场，他们将那个一部部电影称之为车。就是你们朋友之间会分享这种电影吗？我不敢分享，这是违法的，谢谢。我没有分享过，我都是自己看的。哦，我没有看过，我不敢承认自己看过。啊，我就记得我应该是读初中的时候接触到那些东西的，然后学校门口有些小卖部吧，然后他们会卖那些动画片的，然后色情的那种，多半都是日本的吧，然后卖给一些小学生、初中生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大概初二、初三的时候，我整个人性格就是比较温柔的，然后给外人的感觉是很女性化，当然我个人不这么觉得。然后我记得我妈给我留下了一些VCD 吧，就是其实是色情电影，然后她就说这些电影你可以看。嗯，让你去学习吗？我当时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给我看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明白。因为比如说你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床戏啊之类的，他就会让我不要看嘛。结果到我初中的时候，他反而说这个东西你可以看。我看了之后我就很不明白，我当然我现在才明白，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我很娘，然后他觉得我的性取向有问题，所以他想引导我一下。你说的那个就是 DVD 以前我们没有网络的时候嘛，其实一些家长他们确实是会有会买一些那种对 VCD 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大人在看，然后他就把我们都赶出来，但是我还是瞄到了，但是我很震惊哦，就是我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子的。然后我看到那个两个光着身体的，真的就是小时候嘛，就十来岁的时候，真的就不懂这个事情，然后看到时候非常震惊。而且我记得就是在家里面小孩子经常问家长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过父母跟你们说这个事情？我没什么印象了，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无知。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都真的不明白孩子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是吃一种药片吧，吃了就会怀孕。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的父母跟他说的是从腋窝里出来的。我说什么？然后就觉得这个不合理啊。腋窝里出来的。你这个是鬼故事吧？腋窝里出来，或者是捡过来的？他们没说是人参果上摘下来的吗？那我想说，既然我们从学校和家庭中都没有获得足够的性教育嘛，那你觉得中国大部分的年轻人是怎么样知道这些事情的？也就是说，怎么样自我教育的？我的所有的性教育来源其实都是通过一些经典的名著文学来学习到的，因为我爸是本身很喜欢看各种文学类书籍的，所以我们家里有很多这种中国国内外的小说，然后在小说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关于性行为的描写。我们在自我教育的时候，就是我们性知识来源就很丰富了，就是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有两个同学吧，然后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去晨跑，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去晨跑，就他们俩结伴去那个发廊里面，他们不是真的去那个发廊里面去消费哦。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发廊是怎么回事吗？比如说有些发廊它建在那个背街里面，然后他们就会翻墙到那些发廊的门口去，然后去往里面看，偷看，每一天早上，这是他们的固定节目，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就是我有很多性知识都是从我的那个同桌或者朋友那学到的，就是我有一个同桌他跟我说，他说你看你腿毛都没有，你看我的腿毛，然后说我说腿毛都有什么好炫耀的，他说女生喜欢。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你用腿毛去蹭女生的话，女生会很兴奋。我当时也觉得很怀疑，这种恶心的东西怎么会有女生喜欢呢？我感觉他的性经验很丰富，你知道吗？他可能就是想表现一下。
对，然后他就经常跟我们说一些这样的奇怪的一些观念。我的很多性知识就是从他这儿来的，其实我觉得都是扯淡吧。现在觉得太他妈扯了。就是你们有讲到那个自我教育，除了刚刚说就是从朋友听到了，然后还有就是通过看一些影视作品，那你们还有没有看过一些文学作品是描述这方面知识的？比如说《红楼梦》里面有比较多的关于男女之间的，我们中文叫什么巫山云雨，或者说诸如此类的词来代表他们有过一些行为。但是即使是《红楼梦》里面也是比较的隐晦的。那后来我对于这些东西的了解呢，其实是通过网上的再一次解析，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东西解开了我们心中的一些疑惑。中国的传统文学里面对于这些东西是只言片语，但是如果你去网上或者说书本里去找这些对这些只言片语的解释的时候，你就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知道他们在干嘛了。还有一个我的来源是字典，其实本身的1001夜的原本的版本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关于男女之间那种行为的描写的。但是我们知道的比如说阿拉丁这些故事里面，还有阿里巴巴的故事里面，都把这些东西给删掉了就是有一个儿童的简化版本。那我是看了其中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里面就用到了一个词，说是某个国王遇到了一个魔鬼，那个魔鬼有个女仆，然后那个女仆就勾引那个国王进行了交媾。哎，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查了现代汉语词典然后现代汉语词典告诉我说交媾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进行的那个行为。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很便宜的爱情小说，就可能是这个秘书去勾引总裁呀，然后可能觉得她长得很漂亮，肤白如雪就这种描述。估计那个女生看这些小说的时候可能也是想要了解这方面知识的。这样的这种色情小说好像很多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就传了很多，好像女生比较喜欢看那种故事型的，男生就喜欢看那种对这个性行为有很多细节描写的那种。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应该是看了很多，然后同学之间就对我借来借去的。有一天我就看到了有本漫画叫那个高跟鞋炸弹，可能你们都不知道，挺二三流的漫画吧。然后其实它主要的内容是讲军事的，就是一些宅男喜欢的东西，但是它同时又有非常非常多的都不是擦边球了，就是直接的那个性描写，但是就是性器官的那个地方它有没有具体的画出来吧。我就很喜欢看那个东西，每天去看，让喜欢到想要把它买回去，我想自己在家里慢慢享受。然后我买完了之后我就战战兢兢的，我觉得那个老板会对我投来异样的眼光，就是说你这样的小孩为什么要看这样的书啊，就对我进行那种无声的道德谴责。我心里是非常虚非常害怕的，但我还是买了，因为我确实那个冲动还是大于我对那个害怕的受到道德谴责吧。就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我们某一方面表现的好像中国人在性方面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同时呢在某一些方面又不是那么保守。那么我们对于性的这个态度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吗？还是它是有一个变化的？我觉得是有明显的一个变化的趋势的。我们不说历史啊，就是我们说一个文明对于性的开放程度是跟它的经济环境还有它的生活条件高度相关的。我举例来说，中国什么时候对于性这件事情的开放程度是最好的呢？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是唐朝时期，因为唐朝时期中国当时的整个国际地位应该算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同一时间我们又接收了很多四方的文化一起融入到中华文化当中，所以在这个阶段里大家都能接受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中国的情况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切分点，在我看来其实宋朝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著名的儒学家叫朱熹，他开创了一个叫程朱理学这个派别。然后这个派别呢就是非常强调道德保守程度上的推广，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中国的可能一些对于男女关系之间就变得愈发的保守化。那个 Kirk 呢？我是觉得可能一般的想法来说，就是我们社会是进步的嘛，整个历史是往前推进的嘛，然后
肯定关于性的方面也越来越开放了，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还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的阶段还有就是社会氛围来决定的。因为像大尔刚才说的，像唐朝可能就会比较开放啊，或者怎么样。进入现代之后，比如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你从服饰里面就会看出来，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穿那种工装嘛，就是抹去了那种性别的感觉。这又导致了，其实我们进入了现代之后，其实还有一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趋于保守的。这就是为什么导致了我们今天我们的社会，虽然在那个非主流的意识里面，对性其实是跟其他国家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主流的还是给人的印象是有点保守，我觉得有这个关系吧，就是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的原因。日本其实也一样，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其实对于这些东西也是比较偏保守的，但同一时间像那个私底下传播那些浮世绘啊，或者是那些早期的日本的漫画里面就有非常多的这种性交的画面在里面，所以就是很好玩的，就主流文化可能非常的保守，但性因为大家都会总是会去追求，所以二次元的那些创作者们还有里番本子的创作者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空间去画自己的春宫图，这个东西是无法被磨灭掉的一种人的一种本能性的向往。对，那中国历史上有吗？有啊，春宫图就是两个最典型的，一个是春宫图肯定就是，另外一个像金瓶梅这种色情文学就也是，他们一定是写出来之后会很受欢迎，大家都很想看，而且会很喜欢看的东西。就是我对于春宫图好像有一个误解啊，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样得来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以为它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皇帝不是有很多小妾嘛，这些小妾他们都是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进宫侍寝嘛，可能15岁、哦、对对对6岁，然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服侍皇上，所以在侍寝之前的那个晚上呢，会有一些嬷嬷过来给他们看这个春宫图，然后大概意思就是教他们要怎么样去服侍皇上。这个是我当时对这个春宫图的理解。说明书是吧？对对，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用法，就是类似于古代性教育的一个说明书或者是一个教科书。它有点像那个就是在发生之前那个 crash course。是的是的 workshop。那你们觉得这个性教育的缺失啊，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呢？正常的性教育缺失的话，会导致不正常的性教育开始扩散。我认识的周围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可能对于性关系是有误区的。你可能觉得一个女生在跟你说不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说不，而是说我还想要。这个错误的一个误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影视化作品的表达里面的误解。影视化作品里面有一些女性会说啊不要了不要了，但她们其实表现出来要的行为。那男性在看了这种作品之后就会觉得啊，其实女的都是假矜持，或者说只是玩弄或者戏弄我，所以我还是要去进行这个性行为。而且我觉得它也可能会影响到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生活，因为可能双方都对这方面的知识比较缺乏，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需求，然后双方可能都会有不开心或者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因为长期积累下来的没有去向对方表达，所以长久来说的话会对这一段亲密关系产生一些影响。对，是的。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Kirk， 你来说一下我们对于就是性教育的缺失它还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我理解的性教育啊，除了那个进行性行为方面的那种生物学上的教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男人怎么或者是女人怎么跟男人相处这个问题，就是心理上的那种你怎么去得到性，我觉得应该去教育一个男性怎么正确的跟女性去怎么去交往吧。对，而且我觉得如果是缺乏关于这方面的教育的话，会导致一些人不知道该如何安全的进行这个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很多堕胎的女性是已经出现小龄化的，你就看到那种没有结过婚的未婚的，然后年龄很小的，或者甚至是可能大学生的那个年龄去堕胎，而且是一个人又很害怕又不敢告诉家里人，就自己去偷偷的在一些小诊所或者是一些那种不是很正规的医院接受这种手术，这个其实它会给他们的身体还有心理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是的是的。补充一点就是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啊，以前会有一些小女孩不知道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呢就被她
年长的可能大哥哥这种，就叫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就跟他说让他跟他玩一个游戏，让他把双腿张开，然后可能就进行性侵了吧。其实如果没有性教育的话，就会有非常多的掩盖起来的那种性侵的事件发生。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性教育体系的话，你可以让小孩知道自己遭受了什么样的事情是被称为伤害的。但是很多时候如果小孩没有经历过这些教育的话，他就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伤害，他就不能够伸张自己的权利。就是性教育其实是一个盾牌，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可以保护你的盾牌。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谈性色变呢？就是说为什么不敢谈于这件事情呢？他觉得我在小孩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对他们的伤害，但这个其实是完全是错误的观点。性教育也是一个需要课程的，你在他六岁的时候跟他讲什么，跟他七岁的时候讲什么，八岁的时候讲什么，它是一个过程。那现在的情况是，不论是为人父母的这些爸爸妈妈妈妈，还是学校里，他都没有这个课程可以按照不同阶段小孩子的心智的情况告诉他们，哎，你这个阶段里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性教育知识。这是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可能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但 我想补充的一点是，你说让如果让父母去教育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父母他们也没有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性教育，所以他们也是到可能结了婚之后才明白一些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系统的在某个阶段来传授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整个一个系统的问题吧。对，是的，这是一个系统化的问题。可能现在的父母会好一点吧，因为 我身边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他们做了父母之后，他们有女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去教育他们不要随便跟非自己父亲或者是兄弟的这种男人出去，然后也不要让别人看你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我觉得可能90后80后的家长会慢慢的有这方面的意识了。而且儿童被性侵的这个新闻频出啊，也会让家长很担心，所以也是让他们意识到了，哎，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 有改变。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你们两个？我没有了。木有了。好的，那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你们国家有没有性教育呢？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就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拜拜你们两位。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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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